见个师傅过来把单换了。这一勺子这些门牙你都保不住，叫你换个单，你换什么声控单呐、啊？哦吼，还是个尖叫型的。你不说节约成本吗？节约成本也不能这样子节约成本呐、啊！哦吼，你晚上搞得我不是放错醋就是放错油，切个菜把指甲都切了。哦吼，不是连马头灯吗？都是带呀、啊。你见过哪个厨师带着头灯炒菜的？哦吼，你以为是钓鱼吗？还带头灯，抠门的，我见多了，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。哦吼，赶紧叫个电工师傅过来吧。